烧呢？对啊，烧呢。你无查甫，遐有查甫啊，跟你买啊。打开叫多浓的，人家看得在啊，咱俩看。对啊，当然啦，免去看啊，咱都着看到。伊是要看伊的行李啊，无想到伫内底。我到。厉害，嗯，厉害。不划算。但是一个国家两个不同的这个风味啊，地貌啊。像我们的椅子就不一样啊，天花板就不一样。啊，天花板不一样，司机也不一样。我们请了南岛最帅的司机，啊，我们给他鼓掌一下，他一下播，放马啊，啊，对，哎 ，Yora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常常谢谢你，常常带我们台湾团，啊，也是我们公司常用的司机，然后很爱人给他播，嗯，播，对，说你有烟道，可是播他也听不懂的，哎，他慢慢就听懂了，他很厉害，对呀。啊，这种帅哥都有帅哥的毛病啊，是不是？处处留情啊，跟你一样。哎，我没有，我不帅。你不是说你很帅？我是蟋蟀的帅。没有。啊？怎么一讲个留情，你们两个怎么那么高兴？这五个用做起来了。要不要讲不要，没有，不行，是不是？你不行，姐。我们有私房的笑话了。哦，私房的笑话哦，所以一讲到想起来，私房的笑话。那个，我们现在来开往我们的这个酒庄啊，那么先去吃午餐。车行时间呢，大概30分钟啊。哇塞！啊。然后先去吃饭，那么早上第一餐呢，第一道就是呢面包蘸橄榄油，嗯，哎，地铺橄榄油。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自己点什么菜，看看有什么菜单啊，反正这些鸡鸭鱼肉是固定有的啊，讲嘛就是鱼呀，没有鸭，没有鸭了，我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表示有肉类主菜嘛。就是鱼啊，这个牛肉啊，牛排啊，这种，哎，一想到这胃已经都不会动了，来这头来一碗这个欧阿米耍多好哇，鱼粉超搭着，臭豆腐。我每次带他回去，我从地铁一下车，就拉了行李经过我们那边的菜市场，菜市场第二家就有一摊卖这个米粉汤、猪大肠这种，哇，是我最喜欢的。马上行李一丢进去，起来一碗米粉汤，瓜莲切一盘啊，水边肉切一盘，哎呀，这赞，超满足的啊！对，我一个人在那边吃了那么多，才150块不到，哇，真便宜！
我们认为随便吃一吃，要吃到饱，最少要台币250块以上，啊，哎，那给你老先生给我们招手，非常辛苦。